11月6日，张敬轩在香港一连三场的交响音乐会完美收官。演唱会上，他深情演绎数首歌曲，期间作为嘉宾的黄耀明现身，两人默契合唱，令台下一阵尖叫。采访中，张敬轩坦言，虽然今天是围场，但上半时有些莫名紧张，如果要打分的话，今天是80分，而昨天表演非常轻松，所以有100分，如此高的分数，可见他对自己的表演相当满意。一开始上半场是有点紧张，哎，这个紧张大师，昨天高分一点，昨天有100分。另外，音乐会期间，张敬轩当作粉丝向黄耀明索要签名。对此，他表示自己入行以来与他交流的次数很少，而且日前他刚发行新专辑，所以很想拥有他亲笔签名的 CD。因为他刚刚发了新专辑，那所以我很想要他的签名，因为平时其实很少机会见到明哥，那他现在出来工作的时间也不多，那我入行以来跟他就讲过两次的话，所以我很想拥有一张他的亲笔签名的 CD。